穿上这套礼服，我就很想要做一件事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做什么呢？我很想要唱一首歌，不知道有没有时间。可能只能两句。美送餐天，好谢谢。佛香满光华，气宇非凡，是慧根唐朝女皇，噔噔噔，武则天。掌声鼓励一下。我太喜欢了、好了好了，这么时尚，不能再唱了啦，后面还有很多人要走啦。问一下派崔克啦，因为有人外面说啊，其实这个节目没有你不行，你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没有你不行吗？其实可以了，是可以的吗？不是要让他讲话吗？你说给我讲，当然是昔日的搭档比较好啊。当然，但是现在的搭档就是年轻有体力，然后他非常懂得时事，就是现在流行什么、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追求的。是因为我跟康永哥久了之后，就是会怕被他的老气给吸走。尖叫声在哪里？他就是入围了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超强搭档小 S 徐熙娣以及派翠克。 S 姐呢曾以犀利想聊入围了第57届金钟奖，今年再度以小姐不犀利强势回归。他独有的呛辣却又不失幽默的风格，搭配派翠克精准的专针引线，成为人见人爱的主持搭档。今晚是否能够顺利的敲响金钟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咯。 嗨木木，嗨豪平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其实呢，在今天我们还有请到一位特别嘉宾，就是康永哥。这不是重点了，好，问一下 S 跟胖那个派翠克了。怎么办？我要假装你很像吗？我基本上，我的鸟是今天跟你搭配的，你还不给我一点面子啊？黄鸟，黄鸟，我刚才好像比较搭哎。对啊。好啊，那我跟木木啊。好像你们比较搭一点点啊。欢迎收看《康熙来》，不是啦，小姐不惜地，是。这边要问一下 S 姐啦，因为以前跟康永哥一起搭档有拿过主持人奖，然后这一次跟派翠哥呢又一起入围，那想要问你觉得现在这个搭档好，还是昔日的搭档好呢？哇，当然是昔日的搭档比较好啊。当然，但是现在的搭档就是年轻有体力，然后他非常懂得时事，就是现在流行什么、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追求的。是因为我跟康永哥久了之后，就是会怕被他的老气给吸走。那我需要一个新鲜的小肉体在我旁边，然后顺便跟他吸收一些现在新的灵气、潮流上的东西。是，不然像我这么老派的那个，虽然时尚潮流，但是心中很老派的艺人，穿上这套礼服，我就很想要做一件事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做什么呢？我很想要唱一首歌，不知道有没有时间。可能只能两句。美送餐天，好谢谢。佛香满光华，气宇非凡，是慧根唐朝女皇。噔噔噔。武则天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我太喜欢了。好了，这么时尚，不能再唱了啦，后面还有很多人要走啦。问一下派翠克啦，因为有人外面说啊，其实这个节目没有你不行，你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没有你不行吗？其实可以了，是可以的吗？不是要让他讲话吗？你说给我讲。好，我觉得那个非常开心有这样的一个评语在，就代表说其实大家虽然很喜欢所有以前 S 姐做过的所有内容，可是对于我是一个新的认可，我也给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我。好，你很会讲场面话哎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谢谢大家，这里是派翠克 Patrick AKA 新一拳志龙 Catch Me a Fire。 谢谢，祝福你们拿奖。